近期各大校园迎来毕业季，艺人小 S 昨晚也以家长身份出席二女儿 Lily 学校的毕业餐会。小 S 在脸书晒出与 Lily 合照，照片中 Lily 一头长发配上白色平口蓬裙，衬托出她迷人的少女气质。一旁的小 S 则是以黑色 V 领服饰亮相，利落发型搭配优雅妆容，和 Lily 头靠头自拍，真的看不出来到底是母女还是姐妹啊。另一则影片中， Lily 与同学们沿着红毯进场，害羞捂着嘴和镜头灿笑 say hi， 气质相当出众。二女儿一转眼即将国中毕业，小 S 也感慨说，以前动不动就要我抱的缠人精，现在变成我动不动就要抱她的缠人精，人生跟我19岁时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以为我会独自一个人帅气的云游四海，现在能独自吃八方云集配一杯酒，我就感恩了。许多网友看到照片也纷纷惊叹，巨星妈妈到场会不会太抢眼了？ Lily 好漂亮，是姐妹无误。也有人留言祝福 Lily 毕业快乐。